Tiffany， 瞓醒未啊？下次唔好咁啦，各位同學，今日數學測驗。嚇？測驗？我冇温書喎。夠鐘停筆。唔好唔開心啦。嗱，呢支筆送俾你，下次再考包你100分，得閒笑一笑。多謝你啊 ，Alice。咁我而家教你啊。下星期家長日演講 ，Alice 咧就做我哋嘅班代表。Emma， 你負責2樓嘅接待。Emma， 我真的等你不抵咯，不嬲都是你做开噶嘛，依家无端变咗呢个 Alice 做，肯定不知道做了什咩手脚啦，想抢人个位，肯定有啲居心啊。Tiffany 同 Alice 好似好 friend 咁喎，你同 Tiffany 去讲。如果不想被人杯葛，就不要跟老土鬼那么熟了，如果不然连朋友都没得做。我们今天全班放学之后，我们去谈下家长日的分工。 Alice， 你也来吧。好啊。都不知道为什么老师会揀你的，你做了什么事擦鞋啊？老土鬼，四眼妹，平时是不是打你不够啊？ Tiffany， 看你帮哪个了，如果你要帮 Alice， 你就跟全班作对。Emma 讲到明的，如果你仲当我们是朋友，你就帮我们录下他。唉，你不要想那么多，电话都帮你设好，就用我这部。Tiffany， 正啊！你昨天拍那段片呢，我丟了上網，很多 like 啊。 Emma 都讚你拍得好啊，全靠你咋。為什麼要放上網的，不如自己回去吧。你都傻的，這麼好的東西當然要跟人分享的啦，還有啊，這段片那麼多 like。 但是對不起啊 Alice，
你好心帮我，我竟然冇救到你。同学，有冇人见过 Alice 啊？我以前都被人虾过，我唔应该咁对你。呢件事我可以重新嚟过嘅话，我一定会阻止呢件事。对唔住啊 ，Alice。Tiffany， 瞓醒未啊？对唔住，下次唔好啦。各位同学，今日数学测验。吓？琴日唔系测过啦咩？点解今日又要再测嘅？你瞓醒未啊？今日星期一啊，而家先八点第一堂，你几时测过啊？吓？琴日明明已经系星期一，点解今日又系星期一嘅？咁噶，连份试卷都一模一样。